现在近期总算有好转的现象，经建会公布九月份的近期对一性合分数是22分，结束十个月拿丁转做黄拿丁。不过有专家就指出，近期敢是真正有好转，牵涉因素是真多，还是要看国际经济环境来认定。国内经济阁有好消息，经建会公布九月景气订号是黄拿丁，将近连续十个月代表景气低的拿丁。经建会表示，九月景气对策信号分数是22分，离23分的青丁只干了差一分，显示国内景气有希望渐渐脱离低缓的状态。特别是出口是一下是冲到黄红灯，是比较增加比较显著的。那其他像，不管是制造业的销售啊、生产，还有出口值等等，大概都是增加分数。虽然九月出口甲景气有较好，也毋过就个别产业来讲，宏达电公布第三季营收702亿，却减少23%；第四季展望也非常偏弱。学者表示，咱国是以出口为导向，未当只干那以单季的出口量就代表景气好起来，也是爱看欧债危机甲大陆的经济情形。以整个世界经济来讲，只要欧债的情况不再继续恶化，当然要解决很困难。但是美国它如果有比较好的复苏，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想对我们台湾以现在还是以出口为主的国家来讲，应该是会比较有正面的一些影响。学者表示，来自方面国内部分机构调查显示，民众对经济前途信心依然不足，又加上实际的薪水未当增加，以及股市两连偏低，加拢会削弱民间的消费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